我喜欢拉丁舞，父母很支持我，给我报了这个拉丁舞培训班。我叫安娜尔·哈比波拉，是一名特别爱跳舞的哈萨克族小姑娘。去年参加了地区举办的拉丁舞才艺大赛，我发现拉丁舞双人很有魅力，我就在培训班找了一个小舞伴，名字叫做李炳松，我们一起互相鼓励，互相学习，我们获得了文艺展演优秀奖、地区青少年文艺汇演一等奖。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够走出去，参加更多的比赛，走上更大的舞台。